备啊，我们的叉车已经排好了哈，总共37台，都是高门架的叉车。五吨的话有25台，都是6米的门架，然后高排气管，配引擎的话是30S6S 的引擎，轮胎是实心轮胎，台湾真心 CST 的品牌，最高的配置。因为我们的客户的话，这款车要安装夹具的，所以的话都是配上四路管阀，1、2、3、4四路管阀哈。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引擎，哎，那边有一台3.5吨的叉车没油了，然后我们的5吨车把它搬送过去，那边有个加油站，是工厂的加油站，客户工厂的。然后我们这边，你从那边，你他们给我，这个高排气管很漂亮哈。这就是我们的 30S6S 的引擎，很漂亮是不是？我启动一下，我启动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哈。哎，声音是不是很脆？声音很脆。这台车没有安装夹具，所以客户选择3节6米的门架。这台车的话是仓库出货用的，还有这款是我们的3.5吨的引擎，哎，3.5吨的叉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S4S30的引擎，我上去把车子启动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早上。早上的话是阴天，今天下午太阳又出来了。靠近点听一下声音。啊，这台叉车的话是要装包夹的，所以配上四根那个管路阀，这个是超重杆，4根超重杆。我们的夹具的话都是360度的旋转。明天夹具才开始安装，因为我们这些叉车的话都要做灯检嘛，要灯检结束 OK 了通过了，我们才开始做。这边看一下，一排3.5吨，总共12台3.5吨，25台5吨，后面客户又刚刚订了3台锂电池叉车，高性能锂电池叉车，好漂亮哈。3.5吨的叉车的话都是配进货柜型叉车。进货柜型的门架，过来，大家看一下那门架，门架2节3米，全是有进货柜型。叉车客户还有铲车，客户也跟我们订了10几台铲车，大概2个礼拜后货会回来，到那时候我们也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。